拢未记哩啊，因为退款拢未记哩啊，以前搁十个，两手做一块啦，安尼啊紧啊，插一个促销叫有爽啊，摸起来好啊，你着做你三块就卖就对啊，恁两个三块负责卖啦，好不好？干啥要保利龙？好，你讲要保利龙的啊？来，大只靠你。这支你来买啊，这支不好笑呀。你买着你，阿芳阿叔要买纸包，你到底要几样？等下我要买啦，冇紧啦，你来去阿叔阿叔度啦。来，个人要食鸡鸡腿无？因为鸡腿排，这拢无骨头，三百二啊，我免食鸡腿。想要食来两百块就好，两百块。大你阿要摸我，阿摸落你免解摸。两支鸡腿哦，你三支鸡腿哦，你哦，四支鸡腿，五支鸡腿哦，六支鸡腿，七支鸡腿哦。我无卖三百，无卖五百哦。你先给钱的哦，我这三支搁送给你食哦。一人给几支？给十支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拢无贵的哦。咱要食鸡腿，食无骨了，卖食有骨了，我创啊麻烦啊！来啊，四支、六支啊、七支啊，来啊，这三支相送啊，十支啊，两百尔。一支、两支啊，三支、四支啊，五支、六支啊，七支、八支啊，九支、十支，拢鸡腿这大支，佫拢无骨头了。两百个有买来无？你讲人要买一百块试试的无？看有买买一百块试食看卖，这真正口味赞嘞。大家看有买试食看卖？我都买哦。哦，你有买啊？好来。是啊，你帮我收起来，讲把手紧了，我讲吼，来，来，阿你食啥拢讲，我来就甲卖下。来，这里我先甲卖者，这啥物？我你见面就要给，真好个哦，人家哦，来来来。其实讲真正哦，这拢人家供应讲好食，这拢不是我讲的，这个。哦，咱嘛只卖无偌久，这个物件产品卖无偌久，有足侪人家来讨啊，这个卖甲恁骗，这样、哦。顶级的富贵花枝虾球，这等个飞机啊，有虾啊，这等个季节有够爽有够香啊，这。你无我煎个一包青菜卖八七百块，对不？这两包煎要干免三四百块，我也无卖恁遮贵。恁客厅来煮两包上面吃两百块了，你搞买两包七八块送你啊？一人客哎，好。一人客三十粒啊，你等个用煎的钱拢好吃。等下啦，我来讲啊，一盒啊，够合理啦，四包啊，两包了，来两百块。迄、那个花枝虾排，两迄、那个花枝虾球两百块了。来两百块了，这厉害不呀？这真正俗俗到有够俗哦，你听啊！两百块要食花枝虾排无？一包百七，两包卖讲三十块，我卖你两百块啦。一包块送你啊，一包块，你是做伙来啊？哦，好啊，我等下去去。两百块要食无？啊，是有人要买一百块试食，看卖无见啊？一百块哦，你若买买过是买一百张个试食，你一定过来啊。来一百张。一百就好啦，你相信我，袂甲你骗啦。物件会讲话啦，物件会讲话，食你就知影啦。请去收啊，是的，我。大家，对吧？请去收啊，佮总共几个哩？我佮包三个啊，啊两个啊，三个啦，一百块尔，这有啥物好考虑的？你经济歹干，啊物件贵干，你要两百啊，你无啊？别收啊，无啊。来啊！啊，今麦差几个了啊？这里边来啊？那结束啊，无啥物啊，哦，没有什么、啊、哦。是啊，个啥物来啊？那个客人说啥物进来啊？我个客人呢？来过拜。你讲要食啥？这简单个烧锅好食，我先甲你买一个好无？是啊，塞来去桌顶给我就好啊。来，啊，所以你去平嘛，看我要烧啥物物件，做一块来哦。我了备料，你就起来；备料，你就起来，拢冇空档个对吧？啊，这我先甲你介绍这啦。这是牛肉披萨，恁看这样料偌济，气势偌济。这东西啊，其实拢免煮，你拢平入去烤箱烘烘的，足好食啊！哦，这气势，刚才这气势，刚才用我手，刚才砍死你，食了会爽啊！这一地外口，你若讲八十块，这牛肉拢烘到九十一百的啊！这三地烘起来卖三百，卖五百，两百算咩钱啊？两百块就好。你若搞买两百，我来讲啊，这三地我搁送你啊！一人给六地牛肉披萨东西哦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算咩钱？披萨两百块了。牛肉披萨，这真正烤箱行啊，你学落啦，真正啦。你啊配豆奶、牛奶、青菜，你啊，你唔好买过试食一百了嘛。来，你唔好买过买一百块试食，看嘛，一百块了嘛，一百块。谢谢收下。我到期啊，怎么不能吃？来来来来来。你搞来要食地？哎，对啊，你先塞一包回我，陪你弄个啊。你搞要食帝王蟹块棒？退冰了，咱只卖五包、卖四包、三包，人要吃了三包。五条哩，六条哩啊，七条哩啊，八条、九条啊，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这种蒜鱼酒落去做的，这真正真好食啊！这瓶食食啊，三百块尔。来，三百块要食无？三百块，金龙啊，三四啊，五啊，六七啊，八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啊，十五，三百了，三百了。
来三百块，金龙三四啊，五啊，六七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十三啊，十四啊，十五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够要来无？有啊、哦，来谢谢，来，来到人要吃薯条。这黄金萃取这两个试试就好啊，大火煎大火试，一包百三，两包二啊啦，唔免只让囡仔孙仔食一百了，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迄、那个香，迄、那个香黄金萃取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来试试收起来，来，好啊，行，好啊，行，到人要食蚵仔丸，这蚵仔丸有包咸啊浓的哦。这两个季节有够数，够翻规间走到盘公公哦，一盒十二粒，我只要百五加百五的，三百面一百了，来蚵仔丸、芋头丸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蚵仔一百，来要吃啊，芋头丸一百块了，真正的两季节的，无面无角，够盘够好吃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啊，想要搁加一加起，一百拢有啊、哦。哪一部？是，我做又较卡嘞。到人要食手工葱抓饼，这两个煎两就好啊，做炸糖做烧了，三百五包面，一包几块八块，这手工的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手工葱抓饼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手工的葱抓饼，够人要吃无？一百，最后一百，一百有人要来无？手工葱抓饼，谢谢。来。还要给的，我这不是给你的。你买啥？咸猪肉。咸猪肉，来吃。咸猪肉要吃五包面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来吃啊！一条三百，两条三百，三条哩，先给钱这条，我哩四条三百了。咸猪肉上面吃三百了。来咸猪肉，个人要吃三百块了，这条个上你试，这总共三十包，三百了啊！煎啊、烘啊、炒啊，拢真好吃。拢有啊，百五块块要试吃看嘛，一百五，百五了，百五块块要吃试吃看嘛，一百五一块，麦克罗啊，百五块要试吃看嘛，一百五，有啊、哦，谢谢。这个老毛病，白色的。老毛病吧。啥物？前门开饭馆，你今天是无开偌济啊？要吃啥？要吃啥？讲者。老外都无敢倒羹嘞。啥物无敢应该是卫星无道根。靠，你讲者，你休者，我来太浪费了。有当时你无注意着。没啦，迄部我先甲恁大家人家讲一句话，我讲真心的哦。我安那无用，拢是要甲恁服务的啦。我讲真心的，我咧无用到你靠，我中啊就是真正服务。有当时你无用，你就休者。我少年的，我要走啊。我车啊，唔管安那无用，我来杀过，啊，就甲伊杀去车。你来遮开钱，唔免搁只摸甲艰苦济个。我讲真心话啦，你莫甲你摸啦。哦，讲真诶啦，真正莫甲你摸。我讲我真心话啊，你若买好休者，我少年，我要走啊，我绝对是派人过啦。你讲若要食花枝月亮虾饼，这两个季节了好啊，这内底有飞机甲虾啊，一包外口进口米啊，白两包五百几块，卖五百卖四百，我卖你两百了。你甲我买两百，一包搁送你，内底若食无飞机虾啊，我钱用你。一包够你四包装起来，两百块上面写两百块。大家，花枝月亮虾饼，来两包上面写花枝月亮虾饼，两百块喽。大家，谢谢，来。这四包装起来，两包上面写花枝月亮虾饼，两百块。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我要点啥？多利鱼啊、哦，我今天来找来多利鱼对。一对。来，这个一个新手小姐，先摸后边，大概真正表姐，我等下要喝。来，多利鱼要吃，我来讲，听我讲话啊，注意听。好。多利鱼啊，这样子，下面冷冻。这样。这拢无饲哦，这拢无饲哦，一支饲拢无。这当然你看要收盐，真看你用出鱼啊，把鱼甲比雪里啊鱼哦。这叫多利鱼，人讲叫巴萨。这餐厅呢，一分拢不是一地哦，一分安尼两百几块的套餐，大补贴办啥总会煮这。这凊彩我要煮一包四五百块，来我来讲，要充钱的你莫买这，这一支饲拢无，这一包活动，一包一千克，一斤就对了啦，五个饼钱。这餐厅吃个破辛苦啊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这两包都三斤半，一支饲都无啦。这安那吹安那好食啊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多利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，再要吃多利，我足久无摕出来啊，三百，我存够一堆个啦。三百个要吃多利，三百块，多利三百，这拢无钱啊，这肉绝对无输蒜里哦，这肉足油的哦。三百个要来无？剩只四包，对，好啦。多利有啦，要来无？买虾啊！你要草鞋啊？白草鞋大尾啊，白鞋嘛大尾。要草鞋，要白拢有。白鞋起啊，做莫过啊，莫老个啊，莫去后边。
白虾哦，白虾要食来开开六百了好无？你有白块好无？开六百好无？恁一定爱注意听哦，要白的有足侪面面角角我爱教。伊迄白有诶拢来讲，啊，我这红脚白，红脚白，其实伊是来头诶，内底有一半可能是红脚，一半是白脚，咱这规只拢红脚，规也无咧检查，吼、哦。啊伊，迄是草诶，这是白的，我白拢同款诶，我白就是白这，啊草诶就是白，拢毋捌改变。这规也经过，吼、哦，这红脚白，这当然你甲查查，真正有够扯，有够甜，一暗卖讲互你开一千开八百遍啊，六百了。来拢啊，几块？六百块。你今仔甲我买只啊六百，只啊搁送你啊，只啊搁送你啊，安尼啊，两啊总计啊六百了，来六百块了，六百搁有要食白虾无？六百块。来六百两条。来，包括最后一个六百上面啊。即卖你买虾也是上钓时的时候，我讲真正，过来过年绝对起甲愈来愈咸的。你个人唔好买过，要食啊，等我食看卖无？三百了。一边搞要。哦对对，你搞买三百块，等我试下看卖无？三百块，有啊哈。来，我说你帮我试下，你卡层的。来，搁来买啥物？虾仁。虾仁，好，我虾仁，啊，我虾仁，价格我先买一，啊卖啊卖，可能无啊，你地基海龟子真贵了，好啊。来，虾仁啊，好，阿叔你看头前个好无？看头前个，你搞迄、那个，来，你搞字啊，看有啥物啊简单嘞？来好啊，来好，来。啊，这你搞要食凤爪？这酱烧凤爪，这退冰冷冻食，这连煮你都免煮啊！哦，这退冰食只尔，三百五百拢免啦，要食酱烧凤爪两百块啊，两百块，这样。